早安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讲话有点大声。哦，不会，没关系。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很对啊，怎么说？就是你跟你的 Honey，哦，那其实是我妹妹啦，她最近失恋，打算休学。我很抱歉。没什么好抱歉的啊，感情就这回事嘛。哪回事？嗯，就是，就算到了最后，大家什么都没失去。我同意。你同意？真假的？怎么说？其实我刚刚只是想迎合你啦。啊哈，好，你厉害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觉得。真的，大家什么都没失去。就像我妹妹的男朋友啊，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所以到时候拈花惹草了。找到了对象，也不想稳定下来。所以你想找个对象稳定下来？那当然哦，不知道，或许是你。别笑，我说真的，其实我刚搬来。来到一个新环境，找了份新工作，住了一间新的公寓，什么事有可能发生吧？没错。你应该是医生，你怎么知道？这里到处都是医生。像我家租的公寓啊，到处都是一些绿色的拖鞋啊、睡衣的。我家邻居啊，也是医生。那你什么门科的我是内科实习医生。啊？啊，真的哦？那你可以当我的医生呢。嗯，没问题。我真幸运呢，来到台北市，竟然遇到那么漂亮的医生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是有点太，希望你别介意。不会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请问我可以再请你喝一杯吗？但是其实我等下还有事，我跟病人还有约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也是要准备要上班了。但我觉得，我们喝一杯再离开。好。May I？